大家好，我是海英，今天是中国农历年的大年初十，我给大家拜个晚年。这年拜的确实有点晚了。我现在在惠灵顿西海岸的假期房里边，这个是入海口。去年的时候呢，我穿着同样的裙子，在家里镜头前记录了我的感言以及给大家的祝福。此时呢，我也想分享一下我的感受。此时非彼时，在过去的一年里，除了增加了一些岁月的痕迹，我在认知层面和维度已有了一定的提升，同时呢，我也增加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技能。你呢？你有什么样的提升和改变吗？无论怎样，我相信在国际大疫情的背景下，我们都切身地体会到，批判性的思维以及独立思考力是多么有必要。自然真好，自由真好。现在呢，中国的旅行社已经向新西兰开放了。如果你有计划来新西兰的话，有什么想法，你可以私信我，我会分享我的一些建议。有缘终在江湖相见。